安安，我是陆克，今天要来分享这次八月挑战 Extra 2的攻略队伍。这一关是固定队伍，只能各凭本事。不过关卡的自由度非常高，要拼速度的人可以拼速度，要躺平的人也可以躺平。我这个人当然就直接躺平啦。这队只有第二层二血最难，其他地方都很轻松。另外，战友的队长技要注意，需要强化猪的减伤还有 2.2 倍攻，因此很多地方我会强调强化猪。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队长接了有一秒，差很多。这边有消到10级以上的话，消 NCD 会减3。这边最难，运气不好的话，建议多试几次。第一层二血没时机的话，才要多洗一回合。这个手下立柱盾不会追击，除非绿全班火，否则一定能锁掉十滴。
这边10C 不算难。本来旁边没有新珠，刻意挡我们无脑笑恩。这边没消到10C的话，下回龙克要高分。我这转法系数太低了，还好伤害还是够。以上就是这次8月挑战 X2 的攻略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